国院妇产科子宫底。子宫底。子宫底。输卵管开口。输卵管开口。这里有个粘连。这里有一个粘连。这可能跟 PE 菌有关。这可能跟 PE 菌有关。这里有一个息肉。这里有一个粘连。因为你有 PE 菌的检查阳性。因为有 PE 菌的检查阳性。所以粘连。输卵管开口在这里。输卵管开口在这里。因为它灌输，输卵管开口要堵住。是这样。好，看一下。